嘴错凹错零起边一起边等两个对名杀伤的时阵，会怎啊区分两队又阁有啥物款的姻缘？一方水土孕育一个队名，一个队名承载一方文化。老板男古队名的乡愁记忆系列，大力探寻方位队名的奥妙。队名是一个所在特定的文化载体，一种牵动着乡土情怀的称谓。队名的号名方式有真侪讲究，来源也是多种多样。在这当中存在未少的方位队名，这些队名的来源是啥物？又阁是怎啊区分号名的？为了探究晋江的方位队名文化，这部组来到永和镇玉溪村。听到玉溪村，大家人都会说伊是中国的杜甫村。毋过，当阮行入这座美丽乡村，甲当地人谈起这搭地名的时阵，发现了一个真有意思的现象。阿伯啊，咱乡里是叫做玉溪村，还是溪边啊？咱叫玉溪村，啊叫溪边村。无想到这问落去，也带出了搁较侪疑问。为什么这个所在既称为玉溪，又阁叫做溪边啊？带着这个疑问，阮找村书记、村委会主任王立海来寻求答案。王先生想要了解这个问题，伊先带大家去一个所在。另外，你看，阮这两蛋糕倒是有贴了。我那阿好哦，而且你吼、看起来是非常爱有历史感的。但是这两丛古种树，跟咱乡里那边地名有啥关系啊？有啥啊？只有一个玉溪蛋啊。哦，这个石蛋啊，有啥物典故是呢？是有历史的。哦。明朝时阵有一个死王的，一个保证是安置经过，一股大一股怪风啊，向阮乡里冲落去。伊感觉到一条古风也对阮乡里也歹，请一个工人安置建一个玉溪蛋，两边哦创两个同我土堆。栽上两丛古大树。玉溪村古早名叫光兴乡。根据传说，开基祖王敦本暗暝时阵行到这个所在，拄好拄到东方的启明星升起，就将乡里号名为光兴乡。1947年建筑村落北面碑坛的时阵，将土卡的腰一块刻有玉溪坛的石碑，理由名为玉溪。丁世纪80年代，改名为玉溪村。我这个溪边以前也叫也地名叫金边村啊，由于咱闽南语啊翻的哦，才变成溪边村啊。在了外海哦，咱前有也有一个叫做溪边的乡里哦，跟咱乡里有啥关系吗？是无关系，因姓王啊，阮顶下姓王啦，有也区分哦。外海一个溪边叫下溪边，阮顶下这个溪边叫顶溪边啊。永和玉溪更加靠近北边，所以称为顶溪边；外海溪边更加靠近南边，所以称为下溪边。外海溪边村村名的来源有真侪无同的说法。相传宋朝兴年间，就是搭开凿了建筑安平桥，和地形形成一空一窟而得名。也有人说，外海溪边村在北宋初期名叫做溪桥。后辈为了纪念先祖的好眼光，选了这个所在建乡里。到南宋末期，将溪桥改为溪边，并沿用到现在。今年76岁，溪边村由后自连村的村民黄锡森老人跟阮讲，关于因村名的来源，都是祖辈口口相传而来。这个其实为100年前有一个闽南乡里。最后就是变迁，无得就在产能真高做。阮这个工伫溪边接过来，以后行行看看，说跩产地真肥足，阮人食的，而且过来一头开垦，搭只草料啊，来安搭开垦做3-5年，真是做未歹，才开始去发动人过来。黄氏族人祖先对由后自连村开基建村已有300多年的历史，祖辈辛勤的劳作，乡里也将之前的荒废之地变成现在美丽乡村。
天边唔呐，即个行政村名有上名的哦，像咱即搭有一个摇后自然村，一公里外好像有一个叫做摇船行政村，是无错。即一船一后中间有啥故事啊？即年去花个大行李，据说是规行李过来做化油，所以见那真侪化油，啊，经过演变了后。人无对这搭咧徛咯，走半八只，千几只八只徛咯。啊，华华又经过年久月深，时间一长啊，去倒塌咯。倒塌最后就是变成一堆一堆，叫做土，叫变土堆。到最最后累积起来是，迄搭这个地名叫做倒拿头，迄个时出来最后是摇船咯。啊，阮咧公，阮咧祖公，我来即个定居叫做摇澳。休息为了出吉祥的意义，将乡里摇船摇澳改名为海音摇船村摇澳村。像这两个乡里，就是根据村居形成早晚的关系来好名。现在行在乡里内面，已经看未到以前烧灰啊的星空，但是甲村落相关的历史故事，还阁是伫地名当中流传落来。唔那是永和玉溪，阿古湾海的溪边。在深湖还有一个溪边村，相传今年日满开发到这个所在，边头有一个古人类群居的游戏，而以此获名。作为历史文化名镇，在湾海镇的村居地名当中，还有真多关于方位地名的有趣味的故事。有一个行李名名有一种是西西后面加上区域或者时间一种结合，比如湾海有一个船船后船，那么这两个行李的是做哩古代传说，是有一个死船或者船仙，啊，伊用居住这个所在，这所在就叫做船内行，啊，这个船仙呢有三个家，四大家徛在行李的较头前，这个路要发展起来。大概就该称为水川，伊只第二家就徛伫较中头，这所在佫发展起来，啊，叫中川，啊，就叫做中川，是哦，你真聪明。啊，这个伊啊第三家呢，徛伫后面，这个就后来叫做后川，哦，啊，落尾只中川是行李消失去了，飞行去了，啊，你啊就是这个是水川佮后川行李的这个名称的来源。翻开晋江市地名志这本册，可以发现晋江的乡里的户名，有的是用姓氏来户名的，比如青阳的蔡厝、陈等苏厝等等；也有以革命烈士户名的，比如深埔运河村、东洲公庙村等等。那是沙场的地名，经常用顶下、前后、内外来区分。晋江一带，当然是咱闽南一带。也最是以区位来命名的，啊，而且跩行李哦，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啊，比比皆是啊。后靠船舶、东尖、西门、暗船，过去也搁一个行李号做摇后、夜红、静岸、乌地头、内山尾。其实就是船对后，左对右，东对西啊，上对下，诶，再再到同一种对有关系。实际上里面一个内面一个包含着比较深层次的，来到有富有社会性、时代性、民族性，甲咱的区域性的特征，再多也值得咱探讨。方位地名的区分，一部分是以区位来分的，比如丹德的南下尾村，因为在晋江下游南化码头而得名；对于西边，则称为西下尾村。还有一种是以地势关格来命名的，比如地段的大洲村。古早的时阵，地势较关的角落为顶乡，地势较低则为下乡。乡里地码头的所在，则称为码厝。在乌拿镇加白村，五宝这个村名沿用到现在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。五代的时阵，四五个乡邻的渔船因为触礁来到这个所在，搭边为居。因为形状亲像碉堡，所以也就有了五堡这个地名。后来为了纪念革命烈士姚家白，改家白为行政村名。在石狮市的红山镇也有一个五堡村，因为更加靠近北门，大家将伊称为顶五堡。
石狮五宝甲乌拿五宝两对，因为丧命啊，曾经闹出了袂少的丑闻。也上外上个石狮五宝上车才打啦，要来下五宝的，要来五宝的，伊去当打伊顶五宝咯，安尼即内面最后就是跩车才家己搁家己分俩。那是上到下五宝车，大概伊就只乌拿。再给这下你啦，下午吧。根据晋江奇迹记载，在1981年年底基本完成的晋江地名普查工作当中，共确定全国各类地名2254个，其中行政区的自然村甲村居地名1511个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288个。在这当中，大部分都是在历史发展当中一直沿用落来。在晋江甚至闽南地区，也存在不少的方位地名，民众心中约定俗成的区分叫法，演变成有趣味的地名文化故事。每一个地名的背后，就亲像一首血脉传承的歌，蕴含着家乡的人文历史、情缘故事，是一份看得到的乡愁记忆，值得咱深入的去了解、研究、共同守护。吴水即起开始，闽南地区陆续开始春耕、避耕。因为阮伫即个吴水最后两三日咯，都开始伫咧芋头一批咯。伊水有色啦，吴水若无咯，下手就袂着，是安尼有黏虫固然。伊水是无够苦滴，食饭够无像咱这用电咧抽水咯，无雨水就会顶会影响咱的芋黄咯、菜咯，啊收成咯，知影就是一定有会够影响咯。在二十四节气中，应该读作雨水，而不是雨水。雨水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二个节气，预示着刚好开始进入气象意义的春天了。雨水节气也有好天时的时节，落雨后的雨水是干那最平滑的，虽然外口的涂骹也是淡漉漉的，规个干那淡袂富咯。冲到外口去佚佗，走掠、踏水、踢到牙痛。咱大汉了后，少了一份天真，却加了一份浪漫。偷偷讲你说，外海吉良园的油菜花开了，金黄的油菜花配上边头的茶树啊、牙贴。雨水过后的气候，唔那对农作也重要，甲咱的日常关系也也密切。在晋江有安尼一句老话：无经跌弹雷，49日雨拜三五。对，无经跌弹雷哦，天气就一正长的时间拍，拍了就是49日的时间。伊是五地生五个啊，五地面光袂看的，啊凉水也是生五个啊，菜脯都会拍的，肥皂也是生五个，肥啊。会做哩，安尼这三五年经济啊歹歹咯，安尼往个无接触啊无接触，这规日是歹过咯。在雨水前后，夜景、竹鬼、抽水、高挂蚕，即亲像咱对新的一年希望，努力的拍拼，安尼就会有圆满的结果。